我的确没有离开这里，依然在一旁帮助他跟张女士，这对李市长来说会是份大礼。我打造的家庭不能随心所欲拆散，不管是谁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很清楚不可以这样，我也不自觉，双眼就只看着你。我们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，你快点从我老婆身边滚开。你根本没有当她老公的资格。我真的觉得好累，难道就算是爸也不能站在我这边吗？嘉禾万事成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。